大瓦心得感想时间。那么我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个人的大作，就是手背上这个刺青，然后我觉得十分的好看又十分的美，才花了我50000块钱，爽。千寻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好，这次好开心哦，因为是最后一次飞巴厘岛。你刚刚在沙滩上面做什么东西？然后又绑头发，然后又买这个东西发夹 ，and 然后还换了脚趾甲。是哦，这样多少钱？啊，这样子5万块。跟我一样干。首先呢，你做了什么事？我今天就是也是一样做了脚趾甲。OK good。然后呢，开了10000块呢，买了这条链子。他问我说谁说我女朋友？我说郭佑轩。他说你郭佑，他说女朋友很小气，叫我买东西通送送女朋友，他会很开心。对，他很开心，今天还是做了有氧运动。是哎，我们都忘记这件事了。啊，对，我们做了有氧，在水中有氧。详情请看我之前拍的图片，就看得到。拍，他跟你说我很小气啊。对，他说有女朋友非常的 hot， 我不知道怎么 hot。hot 是很辣啊。谁知道？那是 hot。他应该是说空吧。知道。好，跟大家说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